老妖啊，老妖啊，赶快起床啊，怎么还在睡？都日上三竿了，快起来，赶快，快点啊，真是起床，现在还在睡，该怎么办？道符就在桌上，你今天的移动滑鼠第一次，那么去找你的道符吧。按 WASD 键靠近放道符的桌子，再按 F 键就可以拿到道符。快点，穿好衣服，准备出发！别拖，要我说多少次啊？衣服按 WASD 键靠近放道符的桌子，再按 F 键就可以拿到道符。按按 I 键走到我面前，按 F 键就可以跟我对话。现在去叫醒你的师兄们吧，老妖啊！要是记不得我说的，该叫醒你那些像懒虫的师兄们了。
师兄的床就在房间的左边，去把姬红师兄叫醒吧。我不是让你去叫醒姬红师兄吗？你跑回来干嘛？姬红师兄的床就在房间的左边，去把姬红师兄叫醒吧。姬红师兄的床就在。什么？天还没亮呢？怎么这么吵？这么快就要吃早饭了吗？林墨师兄在等着，快走吧。妖啊，你来了。好了，早餐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不过师父的早会时间就快到了，怎么还没看见吴尘？老妖啊，快去找吴尘。老妖啊，我知道吴尘师兄在哪里，跟我来。这一天终于来了。老妖看起来是有话要说，说说看。哼哼，以后就会知道的。早会的时间快到了，赶快去吧。吴尘师兄每天都为师父煎药，别这么说，可完全看不到好转的迹象。你很快就会康复。师父，您还好吧？虽然如
今的鸿门又小又残破，我知道你们都想学鸿门，只要你们能坚持与人为善，切记心浮气躁，一定要认清自己的目的。是师父。靠近左边的书架，按 F 键可以拿起书，你仔细看看。按 K 键看看书中的内容。每次升级之后记得按 K 键，看按 K 键看看书中的过来。看完了吗？今后每次升级，为师本想亲自传授，我有样特殊的东西要给你看。截图已储存。你好，苗，你是第一次使用召唤树，苗，别害怕，苗，谢谢你选了我，苗，以后会叫我什么呢？需要装备武器。没想到你选了这个捣蛋鬼，不过倒也蛮合适的。现在你跟召唤兽已经被命运之绳连在一起了，只有精诚。现在你到练武场去见见灵墨，把我给你的秘籍给他看，后面的事情他知道该怎么做。出去之后往左走就能看见练武场。按下 F 键的话就可以和我对话，已经去过师父那里了，是吗？师父怎么说啊？这本书是师父真的把这本书给你了吗？原来如此。
这本师父给你这个，看样子他是决定收你为正式弟子了，恭喜你。从现我先把武器给你，看看顺不顺手。A 键打开包裹，真好哎！在武器图示上点滑鼠右键就可以装备上去。老妖，我要舞入鸿门之名，今天也要努力修炼。老妖，你要从基本武功开始学，跟我来吧。物品不存在。首先在学习武功前必须牢记一点，若想施展招式就必须正面向着对方，不管学会了多强的武功，召唤师的基本招式连续按下基本招式就能依序施展蝴蝶玫瑰招式，这样施展基本招式的话可以累积内力，用马蜂攻击木偶式，施展基本招式累积内力后可以施展马蜂，施展基本招式累积内力后可以施展，施展基本招式累积内力后可以施展马蜂，用马蜂攻击木偶试试，施展基本招式累积内力后可以施展马蜂，施展基本招式用马蜂攻击木偶，施展马蜂，施展基本招式累积内力后可以施展马蜂，用马蜂攻击木偶试试，施展基本招式累积内力后可以施展马蜂，用马蜂攻击木偶试试，施展基本招式累积内力，施展基本招式累积内力后可以施展马蜂，用马蜂攻击木偶试试，可以施展马蜂，施展基本招式累积内力后可以施展马蜂，使用喵喵出击可以命令召唤兽发动攻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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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靠近木偶施展藤蔓之手束缚木偶的腿部，然后施展吸收来吸收木偶的生命，靠近木偶施展藤蔓之手，靠近木偶施展藤蔓之手来束缚木偶的腿部，然后再施展吸收来吸收木偶的生命，手来束缚木偶的腿，然后再靠近木偶施展藤蔓之手来吸收木偶的生命，
靠近木偶施展藤蔓之手束缚木偶的腿部，然后施展吸收来吸收木偶的生命。施展藤蔓来束缚木偶的腿部，然后再施展吸收来吸收木偶的生命。你看过信了吗？辛苦了，虽然可能很累，但你学得很快，我能教你的已经全都教。不要一听到试炼就紧张，凡是洪门的正式弟子就必须通试炼，在修炼洞窟中进行。我会送你到洞窟前面，但是你必须来，现在就要结束了，赶快走吧。Woo!